今天是你们荧光色的咕噜，然后这件衣服其实是我大学时候的睡衣，但是今年特别流行荧光色，就被我翻出来穿了。所有图片的食谱我会跟之前一样放到我的公众号里面，大家在我公众号里面回复733就可以拿到。然后，有个女孩说我的视频里面说，然后说太多了，然后她教我一个方法。今天我的视频努力少说然后，不会说话了，要不然靠后期剪辑吧。今天视频主要内容呢，还是想来回答一些我在微博私信里面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健身之后我的体重反而变重了，为什么健身之后我的体脂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健身之后我的腿反而变粗了等等的问题。然后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跑步之后为什么我们的觉得自己的小腿变粗了？这是因为在我们无论是跑步啊、力量训练啊，或者是游泳、骑车等等，在我们进行这些训练之后，我们的肌肉的收缩会让我们身体的血浆困在肌肉里面，然后从而让肌肉变大，然后变得更饱满。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孩觉得自己跑步之后腿变粗了的原因。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可能维持个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后就会消失，所以说并不是你的腿真的变粗了，只不过是血浆困在了我们的肌肉里而已。然后另外很多其实健身的选手，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拍照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之前会加大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为了让自己的肌肉线条看起来更明显，让自己的肌肉看起来更明显，也是这个原因。然后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训练之后，觉得自己的腹肌呀，或者是一些肌肉线条更明显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我想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运动之后体重反而增加了？这个有几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在我们运动之后，我们身体的肌肉会有一些小的撕裂，当我们的身体为了修复这些小的撕裂的时候，会储存更多的水分，也就是说会有水肿的问题，然后这种水肿其实是导致我们体重上升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真的你的脂肪增加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运动会导致水肿的原因，除了我们肌肉的一些小撕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喝水过多或者是过少也会导致身体水肿。然后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我放个换算公式在这里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尝试去计算一下你到底每天需要喝多少水。这个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女孩在运动之后用体脂秤去量自己的体脂，也会发现自己的体脂上升，是因为体脂秤在测我们身体体脂的时候，其实是依靠我们身体中水分的含量去推测出来你的身体大概有多少脂肪的。所以说，当你的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这个测出来的体脂是不准确的。我先去做个午餐便当，然后一会儿呢，我去招新工作室的路上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两点。穿 T 恤是我们自己印的，然后前面是我们的 logo， 然后后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然后这个包是咕噜妈海淘给我买的，我还挺喜欢的。
我现在打算出门去找赵鑫训练，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存在你真的训练之后或者是运动之后你反而真的长胖了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身体在加大运动量的时候，身体自然而然的反应是认为你需要更多的能量，所以说你的食欲会变好，你的胃口会变好。然后这种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调整你的一个饮食结构的话，你就非常容易吃多，然后会出现真的由于吃多然后长胖的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第一，你要加大你的蛋白质摄入，然后第二多喝水，然后常常补水，然后第三呢就是经常加餐，最好的选择也是还是蛋白质类的加餐，比如说像牛肉干啊、坚果啊，或者是酸奶，无糖酸奶、低糖酸奶都可以，然后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看到了我们家小区里面好久没见的小野猫啊，它怎么走了。然后说完了运动导致的水分增加，还有运动导致的脂肪增加，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运动会导致我们肌肉增加，就是常说的增肌。其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不会立马就发生，这个一般可能是要在你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外在表现，就是你的体重没变甚至增加了，但是你的外观看起来身体非常的紧致。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整个身体的代谢也会增加，就很多女孩追求的易瘦体质啊，以及所谓的多吃不胖，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整个肌肉的含量增加。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我现在打算去赵鑫的工作室，然后他的工作室在朝外 SOHO， 叫做轻铁。嗯，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专业，然后他打算带我去练一练肩。肩练好之后非常显脸小头小，然后还显腰细，就可以让你整个身体的比例看起来特别的好看，超级期待。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小田，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是小铁他妈，对，叫赵鑫。然后我们现在在他的轻铁的工作室里面，然后今天就想找他来聊一聊怎么练肩，然后聊一聊直角肩，因为前一阵有女孩问我说怎么练直角肩。你笑啥呀？哎呦我的妈呀！行吧，进入正题。嗯，对，就是所以说就想来问问你到底什么是直角肩。我觉得那种直角肩一般都是模特的身材，就首先它本身特别瘦，然后骨架很宽，然后它就往那一站的时候就像一个衣架子一样就很直。但跟斜方肌发不发达有关系吗？我觉得有一点，但是这个斜方肌发不发达关键还是你的体态，就是你这样放松的时候它就会显出来，但是你要是人挺起来之后，虽然它有一定的你能看到有一定的斜方肌，但是不影响你肩是平的，不影响你肩是宽的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说专门说针对练直角肩，只是说正常的练肩。但是在练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训练时候的体态，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不是随便这样去做的，而是都站直了之后再去完成这个动作。就之前有女孩问我说怎么让肩和胳膊有线条但是没有肌肉。这个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句话，线条是肌肉构成的，只不过他想要的线就是肌肉量没有那么大，对，但是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个突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需要担心啊，就练就好了。还是很难的。对，没有这么轻易达到这个状态的大家。而且你们现在从视频看我跟现实中看我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所有最近来上课的同学就见到这人都说啊，身材好好，都说看着很瘦啊，就不像照片看着好像肌肉，好像肌肉女很夸张那样，没有那样。然后今天就让我们的三金，然后教教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练肩。小铁，我们来呀。对，下颌和胸部。
为你们付出了多少。健身无捷径，对，不要相信小红书上什么20分钟、10分钟躺在床上然后就能瘦啊什么的，对，找专业人士，然后不要受伤。回答的哦，我又说然后了，不说然后，然后这个有完了，我又说然后啊，然后完了，我又这个视频又说了好多然后，希望亮亮可以帮我都剪掉，然后